顺，你说的没错，那些药酒真的会毁掉我的身体，真是多亏了你，否则我会一直错下去，那样一来，降在我身上的果报也会越来越严重。是的，在这个地球上有三种生命力，自然、动物和人类，我们都是地球的生命体，我们应该彼此关怀，互相关爱的。完全公益免费的佛教卫星频道，接下来请收看传习法师弘法行。接下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啊，一对，你看，好，他的恭请传习法师，如何修禅？如何修禅？中午吃一顿，晚上没有吃就很馋。闻到什么都香，如何修禅？修禅的次第啊，如何打坐？如何禅观？啊，禅呢，实际上啊，戒定慧啊，这里面呢，它实际上主要是指的这个定的部分啊。定实际上通事处时间，事处时间。一个人做生意脑子也要好，很清晰，对不对？分析能力啊要很好，哎，所以他通也通世间和出世间。所以呢，世间禅定呢，四禅八定属于世间禅定啊。在佛法里面也有小乘禅，有大乘禅啊，有慈心禅、悲心禅，有如来禅、有祖师禅，有见有顿啊。我们中国大乘佛教特别禅宗的这个禅，它实际上是指大乘顿超禅。所以说呢，像我们讲话啊、讲课就带着那种味道，引领大家都见佛性。见佛性一见到那个了，那个就是你的佛，那就是你成佛的本钱。那个佛是跟成佛的佛是一样的啊，我们的佛性。在佛不增，在我不减啊！所以我们发菩提心，我们行菩萨道，真的，这个是老实说，如果不是佛，如果不是法师们有这些因缘，平时你自己坐在家里，你会发吗？你会发菩提心？你会说哇，我要学菩萨一样的学习，这样会吗？这个是很难的啊！所以佛有时候比喻佛又叫大商主，他是大老板，你跟着他就知道怎么赚钱了。你自己做生意你不知道的，你到底这个怎么做，他跟着这个大老板做，他就会带着你赚钱的。大商主，哎，这两天我们受戒的心态我们分析一下，哎，是连哄带骗，最后踹一脚才进来的。哎，哎，是不是这样的？真是这样的。我说哇，菩萨戒，
这么难？为了众生挖眼睛割鼻子，我这谁干？哎，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呀？啊，鼓励呀、啊，赞叹呐、啊，啊，叫劝法嘛，劝法，劝啊，劝啊，劝，没胆子借一点胆子给你啊！啊，最后这么大，这么多人，这么多人，然后就这样吧。这个人也就是这样的嘛，人有这种心态啊。那西方人做实验嘛，电梯里面，这个人走进电梯里面，走进，然后其他四个人。忽然四个人都蹲下来，这个人看看为什么蹲下，他马上也就蹲下来了，马上就跟他一起蹲下来啊，他也不知道大家蹲下来干嘛啊。所以有时候大家在一起有好处啊，有好处啊，大家都瘦了，我不瘦这不好意思呢啊，为了面子我也要做菩萨啊，这个就是哎哎，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效应，知道吗？做菩萨骗你做佛，你是不是你赚到了？哎，哪有这么有这样的人来那啊？你我说你口袋没钱，给你塞得满满的。你说我又不知道你给我塞的钱，我以为你给我塞的是这个餐巾纸呢。这。哎，这个你这个也不能怪你，你最回过头要谢谢吧。哎呦，太感恩了！我以为你给我塞的是餐巾纸，哪知道塞的全部都是美金啊！啊，所以虽然最后知道了，哦，我是不知道，我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啊，我是被骗进来的，但最后我知道，哎呀，太感恩了，太感恩了，啊。所以一般性呢，如果学小乘禅修，很多人都喜欢去泰国啊、缅甸啊，小乘禅修。小乘禅修非常简洁，让你观呼吸、走路、吃饭，保持正觉，心灵的明晰的觉照，啊，这个那个，就是你的生命的状态，呼吸、心跳、起心动念，啊，这样，这个小乘观，啊。大乘观就是菩提心，菩提心，佛心是什么？啊，然后啊，如来禅呢，按照教，按照经教，那祖师禅呢，就是师父知道那个如来的心是什么，也知道你的佛心是什么，所以他就是他有他的方法。啊，所以他这个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一定的方法，这个方法就是就《金刚经》说的“法无定法，是为佛法”，啊，教外别传，不是机械性的，教外别传，啊，然后啊不立文字，嗯，不是按照那个文字的那个啊来的，它是祖师的手段，啊，所以各个门风不同。啊，就是那个呢，这个就我们佛教还保持的，还保持的，传如来的心的，等舍觉之对，愿能共灾藏地上师的晚灾。哦，这个可以啊，这个不是问题啊，这个啊要共灾啊，共晚灾，嗯，阿弥陀佛。弟子儿子今年8岁，李树豪，他后脑有粒水瘤，导致学习有障碍，希望他能得到师父的加持，啊，能够在这个法会想到一念想到他，他就得无量加持，啊，这个实际上小孩子有病有什么，我们大人要反观，啊，大人的业力会成熟在小孩身上，啊，所以。我们大人应该做小孩子的菩萨，啊，我们戒恶修善修功德回向他，啊，半夜见到亚标该怎么处理？亚标？啊？山里的和尚不懂这个，
呀，表示西虾米啊，鬼啊，哦，鬼，鬼叫亚标，我倒学了一次啊。那你就念地藏菩萨啊，那就好了，念地藏菩萨啊，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啊。哎，第一次你看真要出来啊，我要不出来我就被时代淘汰了。有佛有说原始佛教里没有烟供，请问原始佛教有没有点香啊？那不就是烟供吗？烟供原本是外道后来加到现在佛教，这不就不正确吗？这都自说自话的啊。他说可以用念经来回向功德啊，这样鬼道可以用功德来变成换取他们要的东西和解。他我们要把这个功德观想他需要什么就给什么啊，那个哦，我们功德给他，然后鬼你自己观想吧，他要能观想出来他就不做鬼了。他那我们也不用求佛来求鬼吧，你想要什么鬼就变给你，我们变给他没吃的大米饭一车，哇，铺天盖地一车都是饭，哦，椰子水一桶，哇，都是椰子水。我们这个我们人的，哎，对不对？我们人脑子要好用才行啊。你是我讲老实话，我们要想练到这个的话也是要有修行的，有戒有定力，脑子要好用，首先精力要很好，对不对？你自己就是哇，天天就是打哈气要睡觉，让你想什么想不起来，亚健康状态也不行啊。我们自己要精气神饱满，这就是戒，以戒的第一基础，然后有定力，定力就是哎，想到水就是水，清澈的水，甘甜可口的水，哎，想这个才行。那你自己你的心你要清净啊，你自己的心要有这个，也就是戒定慧在你的生命里，就是你要用这个，最后要用啊。因为当你有这个能力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那还了得啊！啊，哎，能施与众生所求，这是功德力来的，这是一个人修出来的。你说啊，回向给鬼，鬼他如果会变，他倒不是鬼了，啊，所以就是，啊，那我们比如说烟供这个是自古就有的啊，自古就有的，那只不过就是说不同的时代众生不同业力啊，它的流通的范围啊或者力度是不一样的。过去人很清净，我们一小杯米水杯七粒米啊就可以观想到很多很多啊，观想。现在我们的定力也不行了，我不是说了吗？呼吸的雾霾，吃喝的有毒的水，哦，然后这个地水火风都被污染了，我们身体也不行的，大脑有时候也是要短路的。你说这时候还七粒米七粒水，哦，那自己都活的质量很差了，对不对？说这个时候啊，烧一堆烟，一熏，天地虚空界，然后再小小力的观想，也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，是这样子的。你观想力更好的时候七粒米都不用的啊，就这种往那想，你要什么那鬼需要什么就观想，哦，衣服，哗，衣服就很多啊，吃的很多好吃的啊，然后念这个多宝如来的时候金银珍宝，哗哗都是，马上让他就啊，对。然后法师这两天还说了嘛，那个鬼请来了之后啊，他们很多业力的缘故嘛，很落魄啊，请他们哦洗个脸沐浴一下换上新衣服，这都是我们这样观想他就这样得到了。我们的心灵怎么想，
实际上在某个空间里，在某一些业力的生命，它是可以看到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才是你两个人，我们就佛经里记载了这个嘛，啊，就记载了个鬼看到两个修行人的状态，两个修行人一开始见面，哦，都是讲佛法，哦，那个鬼就在那磕头顶礼，两个人讲佛法的时候都是放光的，然后讲到后来，再讲到后来说，啊，你收入多少啊？啊，一看这鬼听这个就变世间的了嘛，鬼就不磕头了。再讲到后来，哦，是非了，哦，某人短，某人什么什么，哦，讲是非了，这鬼子掉头走掉了，鬼都听不下去了，就负能量的了嘛。实际上，你一个人的脑子，你的正能量还是负能量，鬼是可以感受到的。啊，你像这个没有受菩萨戒之前，我们这个磁场、气场就是还是负能量还很大的。昨天一说到菩萨戒，这个整个这个场地哇，就是大家有没有感受到？哎，哎，所以这个时候，谁这个时候通过各种途径意念我们这里，跟我们只要一连线，马上就触电，哇，那么大加持力啊，我们就正能量形成了，啊，这时候，那我们的话，哎，大家这个相貌也会变掉。相貌，这时候你看看，是不是都红光满面？你看看，哎，红光满面，都是红光的，哎，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想什么利益到众生道的时候，就是你马上就有作用的。起初不敢受菩萨戒，全部师父帮我们受戒的题目我都没回答。后来听师父讲解受菩萨戒的殊胜功德。忽然心里涌起很想受戒的心念，你看，后悔了吧？后悔了吧？哎，那跟着师父走，你还担心这个就叫，这就是什么？你就对你对师父没信心吗？对佛法没信心吗？哎，你还怕你怕佛会把你带地狱里去啊？但是我有听进心里，请问师父，这样弟子有受到菩萨戒吗？没有。很关键，回答的那一刻，我说能持否？能持，那就很重要，那就是，啊，下载软件一样的下载，下载啊，就是下载，每一辆都下载，哎，哎。哎，你是等于该下载的时候没下载，后来发现别人下载了很好，你后悔了，你说那我手机里有吗？没有。下次受的时候掌握机会，下次受啊，下次抓住机会受菩萨戒的机会还是有的啊。我看我们法师这一次第一次受也受的啊很圆满，实际上我都很担心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法师接了我们这一票业务，你看啊，跟我们连线，这个要很勇敢的，这是要有一点这不怕死的精神的，哎，啊。做你们的师父了，做你们的戒和尚了，就已经命跟你们连在一起了，知道吗？啊，所以大家回过头来，哎，就是对师父，哎，就是从可怜师父的角度上，也要好好受住戒，不要犯戒。啊，啊，因为你如果犯戒，啊，师父也会跟你下去的，啊，至少这一生的命会缩短，寿命减短，福报减少，啊，甚至死的时候也会很惨，啊，知道，所以说一般性这个传戒，
就是说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，非常严肃的事啊。那小朋友怎么又把帽子戴上来？请问师父能否安排时间让我们一起供养五位上师及其他师父？师父们为我们做这么多，受菩萨戒殊胜，请上师接受我们供养啊！这个你看，这个啊，嗯，上次香港有一位大老板啊，去见大宝法王啊，大宝法王跟他讲的，啊，他说请上师加持我。上师回答他说：“我没有能力加持你，但是你造的罪业，我会帮你担。”啊！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他是你师父，如果你是他徒弟，就在同一个命运共同体上了。所以大家要珍重我们的戒，这个因缘产生是不容易的。昨天你看还戒的时候，我看大家也就是啊，因为环境也就是这样嘛，啊，大家有时候心就不知道那个还戒的时候那种悲痛，很轻松那就还戒了。还戒很简单的，师父我还戒了啊，好的，就这样，就简单，就你要想求一个戒是不容易的。像刚才他问的一样，那我那能不能就没有？那你说等下次有机会的，下次什么时候有机会？很难得的下次机会。还掉戒很简单的，破戒也是很简单的。哎，受戒容易持戒难，知道吗？任务交给大家了，那就叫修行啊。佛经还有一句话，菩萨初发心，鱼子安摩罗啊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鱼子啊，鱼要产很多卵，但能长成鱼的比例很少的，卵很多就被其他的鱼给吃掉了，被烦恼给那个了。我们现在受了菩萨戒了，出去很多就会被烦恼魔、生死魔啊，这个五蕴魔就给，然后众生的共业、天魔的这个共业就给你分头攻击，就给你那个了。你讲我守住这个戒停，我能走多远？哎，就像唐僧一样，我们那个西游记，唐僧要去西天取经，一路妖魔鬼怪要吃他的肉啊，没有火眼金睛，没有这个坚定的毅力，没有诸佛菩萨的护佑，每天要恳切地跪在佛面前，保护我，令我今天清净。晚上回来了，我不清净地向佛菩萨忏悔，忏悔恢复戒体，然后明天又铠甲锃亮的，又能出去了。出去然后哇，受了伤回来再忏悔，求佛加持，然后身体又恢复，又修复，修复脏了回来再修复，减弱了再修复，每天就是这个修行过程，不让就戒体这个铠甲彻底的叫弃盔丢甲，这个参兵败将，然后最后一个，那你是参兵败将，师父光荣吗？师父光荣的，师父就，哎，命就搭在你们手里了，哎，就是这样，所以这个阿摩罗国也是这样。阿摩罗果那籽子很多的，籽很多的，但是真的长出来的很少的。那佛明明知道这样，还要努力努力努力，于不可能当中要去可能的。这个就是菩萨精神啊，这就是佛的这个愿力啊。我们不说了吗？我们命中没有命中注定要来受戒的。因为这个世界，这个地球上也不是命中注定就佛该来的，不是这样的，这都是佛五浊恶世不该有佛的，戒浊、奸浊、烦恼浊、众生浊、命浊中哪里该有佛啊？是佛的悲愿，在没有光明的地方我去做灯吧，
啊，狂风暴雨当中我去做灯吧。啊，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，哎，像我师父把佛法要传下来多少不容易啊。啊，那师父那几十年前也是这样，他在台上，他在台上干嘛？听大家讲课吗？不是啊，接受批斗啊，大家都批斗他，戴大高帽，写上迷信大王，挂上大牌子，他要放弃信仰就可以不需要不受这个待遇的，不回家，不回家，有家不回，我是出家人，没有家，那给你集中到一块教育，先给你做啊，政协委员捧你啊，然后让你们就那个，后来文的不行武的啊，批斗游街，就这样也不改啊，外面的袈裟没有了，做一个小的，弄布做一个小的披在里面，围在里面，那才有我们今天现在学到佛啊。那我们现在能传到手，我们这里在非常不容易，一代一代都是用命，用他们的信仰超越了这个世间共业的洪流，我们才有机会接触到佛法啊。如何更好的升起忏悔心，五毒俱全会忏悔，但无法升起大忏悔心。实际上我们听这些癌症患者听到人间的不幸，实际上对我们是很大的一种教育啊！啊，我们为他念佛的时候，实际上我们自己就是，哎，我们活的怎么质量高一点，我们死的质量高一点，这都要自己修出来的啊。中国有一个词啊，叫恶贯满盈。那个贯呢，中国人的钱以前是铜板，是拿绳子穿的，哎，一个钱薄薄的，但是不要看它薄，十个放一块它就很厚了，二十个三十个，哎，穿一贯钱。所以我们戒就是呢，再小的恶不要做，你别看它恶小，这恶都穿在一起它就不小。哎，你也不要嫌这个善小，一丝之善，只要你有机会生口意，有机会做你都要去做。为什么？你别看那个善小，集在一起滴水可以盈气，那个一滴滴水你看到很少，哎，一缸就是滴满了啊。所以不因恶小而为之，不因善小而不为。我们的人生，我们的给我们的时间和空间，我们就要去这个掌握这个。哎，你说佛怎么救我们？佛那么慈悲怎么救我们？戒是最实际的一个啊。当我们真用我们的身口意造了都是恶业满满的，你说佛怎么救我们？佛所以讲法就是大慈悲，戒律就是大慈悲，禅定智慧就是大慈悲，就是具体救我们的方法。第三，如果被大力鬼附体，本人还不相信怎么办？往往被附他是不知道的啊，就我们自己的习气一样，我们自己习气你都觉得这就是我啊。你会知道你的习气是一种业力吗？这个业力是有人格化的吗？这个人格化可以分出角色来的吗？哎，佛可以千百亿化身，我们众生也是在不同的性格，不同的业力，也是不同的身形啊。只不过佛是纯善的，所有化身都是帮助自己帮助众生的，我们呢，所有的种种不同的性格，人前人后啊，种种的性格习气，实际上出来都有可能损害自己损害他人的。哎，那只不过
啊，我们给菩萨，我们做一个千手千眼观音菩萨，哦，那么多手，那么多眼，哦，化现来32尊化身，我们也会化的，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个就是我们自己，那个也是像鬼附体一样，啊，很多人都是不知道的。啊，这么多年我学佛，然后我师父交代我做超度，从99年开始做超度，然后啊超度跟超度鬼，就积累了不少这方面的经验哦，才发现人的很多的性格，啊，医学上也有什么人格分裂，对不对？啊，有双面人格，有三面、四面、五面、六面，实际上是都是你同样一个躯壳，实际上里面有各种角色在里面。哎，那个如果能把它再剥，把它找出来，也可以把它称为叫鬼。啊，你抽烟的人身上就有烟鬼，还不止一个，有可能一票烟鬼在里面。你只抽烟，你只是供养他们的。喝酒的人有酒鬼在里面，好色的人里面有一票色鬼在里面。这个人这个躯体很奇怪，你不要看外表是一个躯体，里面就像个硬盘一样，能容纳很多东西的。啊，有时候就他一个人，忽然他的，就是我碰到过这样的现象，啊，你比如这个人肚子里面有一群鬼在里面，哇，一群鬼在里面在那开会。普通人不知道的呀，哎，有可能一个人心里面哦藏了几个，他的性格吸引了鬼，鬼的性格影响了他，啊，相貌啊，我们的性格啊，命运啊，都是这样子，哎，都是这样的，往往我们不知道啊，所以为什么修佛法，超度到，哎。这个社会上中西医里很多的病，实际上的原因都有跟这个有关系，我们大多数人不知道。啊，下面为什么我的孩子平时功德都回向了，他学习都总是不好？因为你本身也不学习，成绩也不好，他是你的拷贝版本。复印件，那是你的复印件。首先回向自己，我学佛又好好学了吗？我现在戒定慧又好了吗？戒定慧把这个回向给他，哎，马上就会发现他变了，因为他基因，他跟你的连锁，你要想变他，你改变自己，啊，然后你变得喜欢读书，啊，你喜欢学习，你喜欢尊敬那些有道德、有学问的人，啊。开始那个小孩子就开始变了。阿弥陀佛，请问师父，受菩萨戒在40里内有法会或法师开示讲经，如不去听讲经许可吗？啊，这个是不许可，确实啊，40里内啊，平时就是说作为三皈依的人都是这样的。这地方我开车路过一个寺院啊，我要向这个寺院合掌，你说我开车怎么办？开车的话要心里边想的，心里要合掌啊，像那个泰国人也是开车看到这边寺院了，喇叭要按两下，滴滴按一下致敬一下啊，就是你心中你是三宝弟子，你对三宝形象要恭敬，看到僧人的形象要恭敬啊，不要说僧人一张照片挂的那是一个出家人都要恭敬，哦，是出家人的照片，这出家这个照片是寺院，这个照片是佛像，哦，对三宝都要恭敬。然后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40里内有法会啊，法师讲经，你去，哎，你至少你增加人气吧，帮人场吧，你给佛教帮场啊，对不对啊？你给佛教有人的帮人场啊，法师来了。比如说法师啊，有备而来，准备那么多，你想那书准备了那么多，邮寄费都很贵的，法师说买很贵，邮寄费又很贵，他说不计成本为了我们做这个法会，哎，然后来了之后说没几个人，法师会心会冷啊，
所以大乘经典里就会说，说若末法时代没有人去，释迦牟尼佛说这样，我化四众弟子。所以有时候我看到下面大家，我都说你看这是佛的力量把大家感召来的，按照我们自己的业力来说，我们有可能没有这个果报会到这来，有可能都是佛的力量。哎，实际上在座能来也是佛的力量出世啊。哎，那同样的嘛，你受了菩萨戒，你记住佛陀的这句话，说若有法师或者是开法会讲经，四十里内你应当去。请问你依教奉行了，请问你依佛陀的教导去了，来到了这个法会，请问你到了那个法会，是不是佛叫你去的？是不是你承载着佛的愿力？是不是庄严道场？就是啊。所以如果你断掉了，你说我不相信，我不愿意那么做，那你的佛的种子就都在你手里断掉了。那你想，在我们的生命里，我们都能把佛的命给断掉，那你要救命的时候，你等于是，哎，一样的嘛。两个人交朋友也是的，你伤过别人来，最后你还需要别人帮助，你去求，佛是会答应的，佛不会记你的，但是你心灵造了个业，你会障碍自己的。懂不懂这个道理？哎，因为我们这个业会障，我们超越不了自己的这个业力的，佛是不在乎我的，佛可以救我们的，你一千次不听话还是愿意救你，但是我们的业我们难以超越。哎，一个老和尚圆寂的时候，后来死了一天眼又睁开了，徒弟说为什么，怎么又回来了？师父说走不了。说为什么走不了？说我这一辈喝的茶叶啊，茶叶倒在窗外啊，一辈子倒下来啊，形成一座山挡着我走不掉。他说我要把这个给消掉我才能走。那你看看倒个茶叶就这一个动作而已，都障碍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你想想看，那也就是说，那实际上就是他形成的障碍吗？是佛不愿意接他吗？不是啊，佛愿意度他的，但是他自己的业力难以逾越啊，就自己做梦一样，自己做的梦是你的大脑反应啊。哎，那跟佛没有关系的呀，是你自己的业力的反应啊，对不对啊？你不能怪其他人呢，对不对？就是两夫妻过日子啊，起来吵架，她丈夫吵得莫名其妙，她说，这女的说，我昨天晚上梦里面梦到你去约会别人了，你梦里面约会的别人跟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你啊，这是她心里面想的。嗯，还有，请问师父，家里因园子有种花草树木，受了菩萨戒可以修剪花草吗？花草是可以修剪，但是打药是有问题的，不能打药的啊。修剪花草可以啊，但是修剪花草之后你要跟他要说一下啊，我要来修剪你啊，最好少修剪。有菩萨心肠的人真的是都不忍心伤害的，不忍心伤害。你像我的寺院就是，我说别动啊，就在那么长啊。他们很多人不理解，因为我就看到他们拿夹子剪，好像剪我一样，你同体的感觉。希望他们有的说啊，这个草拔掉，我为什么拔？他说这个是野草。我说野草跟花不是一样的呀？什么是野的，什么是假的？都对大自然长出来都挺好的啊。这就是说，这就平等型的这种啊。所以到我那个寺庙，你看乱乱的。你这个乱，哎，你说这个你是在山里面嘛？还有你还可以乱啊，啊，我自己还可以找借口啊，乱，你看跟山周围的山融成一体，哎，你还可以自己找理由。以后人居的面积越来越少，你比如在城市里，你不能弄得很邋遢，邋遢就觉得就说你没水平，
对不对？这借口都没有了，也就是说这也是一种福报啊。山里面就不要紧啊，我们到山里面，甚至出家人也可以不修边幅啊，胡子留长一点啊，头发长一点，山僧嘛，对不对？你像虚云老和尚住山，那住山一年才剃一次头啊，他没有时间剃头。住山的人天天在静定当中，镇定当中啊，不被打扰，在法的状态里。哎，那做菩萨就不一样，菩萨要照顾别人啊，法会庄严不庄严，法会这个程序有没有排好，都要考虑到啊。然后一个考虑不到啊，就那个哎。所以修小乘和大乘的就是说啊，这修小乘怎么就清净，哪儿清净在哪儿啊。出家爱清闲，清闲即为贵。所以以后啊，不要大家不要说啊，那出家人不干事，出家人不干事就是他的事，他的事情就是不干事啊。一个社会没有这个包容心，连修道人都不能包容，这个社会没福报啊，千万不能去那个啊。他是人天福天，他不干事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他就能成为人天福天。哎，佛陀是佛，同时他在显现人间，他就是一个出家人啊，就大罗汉一样的啊，一样的。所以这一个猴子，那个猴子哎，摘了一个蜂蜜的那个瓣来供养佛陀，就是因为他供养佛陀，他佛陀的心的对境是无边无际的，所以他供一点点蜂蜜啊，供到佛了，高兴的哇跳跳跳，扑通跳到水里面淹死了。哇，他就觉得哇，这个猴子来供佛的，怎么就淹死了呢？啊，很多人都哇心里面的这个解不开这个谜啊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佛陀说，你们知道吗？因为他供养了我，他的这个畜生的业报结束了，他投胎在那个城里面大富贵人家啊。但是他这个很神奇，他妈妈一生了他家里的所有锅碗瓢盆水缸全部都是蜂蜜，所有容器里都是蜂蜜，所以他的名字就给他起了一个叫什么蜜啊。佛陀亲自到这个城里托钵到他家门口，这个小孩子一看到佛陀就要跟佛陀走。哎，你看小小的年龄就证阿罗汉果，就是他前世做猴子的时候供了一半蜜，因为他供养的对境是啊。所以出家人叫清净无为闲道人。哎，所以像我们这种忙的人，老实说我们对那些住山的呀，对那些天天不忙的人，我们有时候还很惭愧的，我们对他阿弥陀佛，我们业障重，我们业障重，我们只有这样讲。哎，因为对他们来说啊，这是个出家，出了家这么忙忙的，没日没夜，哎，所以我们都觉得很惭愧啊。出家人应该是一个清净无为闲道人呐、哎，那种状态。但是怎么样，真的清净清净的养出道出来了，道明白道了之后，体解了道，应当要度众生。所以佛就跟阿罗汉们就劝发大乘发菩提心。哎，甚至这个时候，甚至你老是住在这个清净里面，佛陀说为清净法尘所扰，你贪着在清净的法尘之中，你不能出来，这是不究竟的，所以叫有余涅槃，你不能够自立。对于我这个，就佛陀说，那作为我能够发愿到五浊恶世来，我希望众生都能遇到佛法，那你这样子的话，你就会成为，你就继承不了我的家业事业啊，就大乘佛种会被断掉。所以从这个角度又会称他叫骄牙败种
啊，但是这个相对，这是佛陀呵斥他，作为我们来说，我们不能耐。哎，我们哪怕前面讲了嘛，街上冒充的，哦，我们心里面要意念真正的贤圣僧。但是为什么？因为他那个形象是很高贵的，虽然他顶着这个形象做的骗人的事，那你必须管他，因为你要看最宝贵的是什么。你要说骗人，这世界上到处都是骗人的，对不对？那你要看到这个骗人的人穿的是出家衣服，这个出家衣服，这个他的出家形象，这个是高贵的。你要谢谢这个人，你是内行啊，懂吗？哎，你是内行，哎呦，赶快把这个宝收下来，捡了一个漏啊。哎，他都不知道，他天天穿了个出家人衣服，他求的只是金钱。买给你一个佛卡，他赚了啊！你给他五啊，这个十块马币，五十块马币，他很高兴，哎，我赚大了。那对我们懂行的人来说，他穿着出家人衣服，他剃着光头啊，他传递给这个世界的带来的是僧人的形象啊，这个形象的伟大，这个佛特别佛祖，这不可思议的。所以佛陀说，真正这个世界没有佛法了，三宝都没有了。那个时候一个忤逆十恶的坏人呢，他以嬉戏的心剃个光头，然后做了一个出家人衣服穿起来，他这样的人到路上走一遍，他说世人功德无量。为什么？哎，对不对？你说他也不是说要扮演这个角色，不是，他戏论，他就是好玩一下，他自己是个大坏蛋，穿了这身衣服走一趟都功德无量。这个因为什么？这个是法服啊，这代表着别人一看到这个衣服就会想，就会想到三宝，就会想到佛。一样的，像我们出家人走出去好嘞，走到外面，小孩子看到都会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哎，他也不知道我叫传喜，对不对？他一看到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哎，那所以我们在座的怎么样？像我们这两天你再还戒好了，你头发还不了给你的，对不对？除非要么你早就假发套准备好了，你要走出去你这个光头啊，然后你如果你文化衫，这次我估计有没有文化衫，哎，这个是一个问题啊，下次我们会补。哎，实际上虽然这个海清脱了，出家的那个衣服会脱了，也就是这是没有那个，尽量穿着啊，别让别人看。哎，还是有一点，别人不懂的有，哎，这就是出家衣服。你知道这两天你们穿上出家的鞋，我都羡慕啊。你说你天天穿，你还羡慕我们？哎，就知道这个鞋是不容易穿，这是出家人穿的呀。你们这两天天天踩着出家人的鞋，这叫罗汉鞋啊。名字就很伟大啊，叫罗汉鞋啊。啊，如果不是短期出家的机会，是不可以穿的，不可以穿的，穿了有罪的，不但的没有功德，有罪的，冒充嘛。那这两天给你们有机会，短期出家，你们有机会可以天天穿。所以穿之前，罗汉鞋头上顶一下。哎，顶一顶啊，要有那种恭敬心。这双鞋是出家人的鞋啊，我们是短期的，他这个鞋是长期的。做了他这个鞋叫罗汉鞋，僧鞋，僧鞋啊。所以这个多少不容易啊。那我们走出去了，别人一看到，哎，出家人的样子，也会喊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哎，阿弥陀佛，哎。所以我们多保持这个形象啊，多保持。因为是这个，那我们要不要为佛争光啊？要为佛争光啊。那个假的他不知道，他只是为了马币啊，为了钱那么做，他对佛教有没有因为他丢人他不管那个的，只要人被他骗到他就觉得很高兴。但是我们是佛子，我们是不忍心这个的，那我们要好好表法。一方面看到假的我们都要想真的，另一方面我们是佛弟子，我们要给佛争光，要做一个好人。哎，到哪里讲道理讲礼貌，表情要和蔼可亲，
语言要柔软啊，更让人耳顺啊。走哪儿先人后己，先人后己啊，有修养，做一个在这个世间上哦，做一个那个。你像梁漱溟，他一辈子被人认可，他80多岁才公开在说，实际上我是一个佛教徒啊。哦，他说我10几岁就知道我前世是出家人，我想出家，妈妈哭死，哭得要死，不允许。后来跟他妈妈谈判，他说那我这一辈吃素可以吧？他妈妈才同意。所以他就是隐蔽的，你看他做了一辈子隐蔽的啊，在其他的事业上，20多岁就当北大教授嘞，20多岁北大教授啊，连毛泽东要学传统文化都要找他，向他学习。哎，甚至这个梁漱溟这个人，他是一个很倔的人啊，他不同意他的观点，就是不同意啊，所以后来也有被批斗啊，又干嘛？哎，但是他对社，他是赢得了社会的尊重。那最后80多岁的说：“我是佛弟子，你多为佛争光啊！”哎，所以有时候要有点惭愧心，我这个是佛弟子，我会不会让人对佛教尊重啊？这样想。所以不是说我们受了戒啊不要紧，犯了戒可以忏悔，不是鼓励大家犯戒，是让大家放心受戒，动机是让你们放心受，受了戒是让大家要好好持住戒，实在有这个有破戒因缘，有破戒的因缘，这没有，不是我个人的力量能够阻止，能够那个的那情况下，那我们可以主观主动的去向佛忏悔，再把它恢复戒体清净啊。所以呢，那个不是说我说了你这么多条呢，你不可能同时一下子都破掉吧，你一天破个一条两条，你马上回来就忏悔，百字明念21遍就恢复清净了，每天念21遍百字明，所有戒律恢复清净啊，你不可能都破掉的，所以你只要破掉一条两条，那还有那么多条的功德都在那撑着呢。哎，懂不懂？所以这个功德还是很大很大的，而且可以忏悔。哎，所以这个大家知道，我们这一次啊，希望我们这次菩萨戒是从今天一直到成佛，敬未来际啊。我们说的呢，短期出家的这些戒呢，它是。啊，是可以还的，啊，这时间有限的啊，但是呢，我们这两天还是要知道，我有戒跟没有戒是不一样的，啊，过去有一个人，他是守了10几年戒，他也没觉得什么，那天他说，哎呀，这不守10几年戒好像没有什么，哎，谁要？我这10几年戒功德有，如果有功德的话，给谁？边上有一个懂的说，哎呦，那太好了，那给我吧。给我你这10几年的戒的功德给我吧，结果当天晚上阎王爷就说了，你不是持戒的，你早死了。持戒功德吓得第二天就问他要回来，哦，不能给你了，这戒还给我，我是10几年受的戒。哎，所以尽量我们虽然护法神不要你发工钱，但是你修得好，你戒定慧庄严，那你有戒香，你好像天天点的檀香沉香，他给你工作站岗的人他也沾光嘛，嗯，不错，我为沾光我很荣耀，你看天天他这个人身上又放光又是飘香，然后天上又有宝盖，对不对？哎，跟着也很荣耀，这些跟班啊护法啊啊，对不对？保镖都觉得很荣耀，不要混到后来保镖都嫌弃你啊，护法戒神都捏着鼻子，这家伙怎么不破戒，破完了我还走嘞，就糟糕了，知道吧？哎，有一个人就是这样的，哎，开始受了5戒很好啊，后来一条一条都破掉了，最后连5戒也不算，有个叫食不语戒，吃饭不说话，他就是他最后只保持这一个，其他戒全部破完了，
那最后这一个戒他没破，那个吃不逾食不逾一戒的那个护法神还在那，但是实在臭的，他天天都受不了啊！他说怎么办？你怎么样吃饭说一句话我就可以走了。后来他去盛饭，盛完饭了坐，结果那个护法神把凳子给抽掉了，他就一坐扑通坐下去了。哎呀妈呀！这一说好嘞，出声音嘞。那护法神就现身出来给他笑了，哎，我这下可不受你的罪了，我可以走了，我自由了。哇，他也是恨到极点，对吧？这现身出来跟他讲啊，他说为什么你可以走了？他再告诉他，他说本来呢，你受的五戒，25位护法戒神都跟着你的，结果你破掉一个戒，走掉五个，破掉一个戒，又走掉五个，5条戒却犯，25个护法神都走掉了。他说你还守一个食不逾戒，所以我这个护法神还在，我实在受不了啊！你的这个戒全部被破完了，就这一个，我还得守。哎，他说现在你总算讲话了，我也可以走了。哎，他一下子生惭愧心啊。哇，还有这样的呀！有时候我们自己的事我们不知道的，所以怪不知道那个摆摊子算命的生意很好呢。我们的命要叫他算，学了佛要不要他算呢？命在自己手里啊，佛都把那么尊贵的命，佛都把佛的命给了我们了，你还算什么命啊你呀？哎。好好守住，抱住佛大腿，知道吗？临时抱佛脚，我们天天抱着佛脚，知道吧？哎，守着戒就是抱着佛了。哎，这命的佛的命都在跟你在一起啊，所以我们大家好好的增进守护，能依教奉行佛。我们这次啊，愿消三障诸烦恼。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阿弥陀佛。好，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先到这里，下午还有其他功课啊。各位慈悲的神明菩萨，阿弥陀佛。每一个人都知道，一切快乐来自于利益众生，一切快乐来自于帮助其他众生离开痛苦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一个最方便的方法，就是什么？把佛像、把经文、把咒语印在帆布上，刻在石头上，随风飘。风吹到哪里，三恶道的众生就离苦。风吹到哪里，这里面就有三宝的加持力，当地就可以消灾延寿，就可以圆满，就可以满愿。所以中华印经协会生命电视台大量免费的制造很多经幡、咒语、佛像，到处送给人家，挂在车上，挂在山上，挂在任何地方，让佛陀的教法大慈大悲弘扬在全世界，让这个世界消灾难。所以大家多打电话来，我们就把繁旗寄给你，也多护持印经协会这个大量制造三宝风马旗的功德。阿弥陀佛。后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佛法就是人格发展与待人接物的和合表现，是妙智大悲与善巧方便的平衡展现。佛法就是那么直接，只要我们能升起无我的悲心，就可以使佛法的力量产生，一念之间即得成就。一念不生则般若生，
一念不生则大悲生。不要再让凡夫的分别念现起，尽量使自己的心安住在佛性的自信心中。